彩与蝉色，剪在南方一抬头，万事随缘一本经，剪在南方一抬头，万事随缘一本经，思潮无敌中古一片情，百年寻一台戏，一生中古一片情，一生中古一片情。1840年，鸦片战争爆发，中华民族从此陷入100多年外敌宰割、内乱不已、民不聊生的苦难深渊。百年的沧桑历史，造就了百年难遇的一代高僧虚云。虚云长老是中国近代的禅门泰斗，他出生于1840年，世寿120岁。历经五帝四朝，受尽九磨十难，其曲折坎坷而富于传奇的一生，是中国近代百年沧桑历史的真实写照。虚云长老19岁出家，在长达101年的佛门生涯里，他一波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行人之所难行，忍人之所难忍。他一生肩挑禅宗五脉，心坚辛苦，悲悯苍生，展示了一个禅行者无私无畏、无欲无求的高尚情操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福建泉州知府萧玉堂的夫人分娩，不料生下了一个肉团。夫人惊吓而死，萧玉堂悲怒，命人丢弃。正欲一老药翁收下此婴，一刀拨开包衣，这就是本片的主人翁虚云。奶奶，您天天念呀念的，念什么呀？念经呢。念经难还是念书难？这怎么好比呢？小孩子当然要念书啊。那念经干什么呀？你还小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呀，这是为你娘念经呢。这是我娘吗？傻孙子，这是观音菩萨像，不过呀，你娘长得还真有点像观音菩萨。哎，老爷啊，您这又做爹又做娘的，实在是辛苦了。不如这样吧，续个弦吧。啊，我也想过，但我和夫人一向恩爱有加，她为了我们萧家，又英年早逝。我哎，这也是为了补缘呐。老爷，夫人在九泉之下也是欢喜的呀。这事儿到时候再说吧。老爷，你听我说呀。奶奶，您说我娘现在在哪儿呀？你娘啊，她是个好人，当然应该在极乐世界了。极乐世界在哪儿？很远很远的。那我能去极乐世界吗？能啊，只要一心向佛，积德行善，就能到极乐世界。那我以后也和您在一起。
起诵经念佛。那不行，你还小，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呀，要考举人，考进士，中状元。光宗耀祖，还要娶媳妇儿呢。我不娶媳妇儿。哎，傻孩子，不娶媳妇儿，怎么传宗接代，延续咱们萧家的香火命脉呢？来来来，听奶奶念经吧。来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老爷，又为少爷的事在担心吧？来，您要当心身体呀。古言这孩子越来越沉默寡言了，又不爱和别的孩子在一块玩儿。我担心呐。哎，前两天不是从湖南老家老爷接来了一个小男孩来了吗？是我弟弟的儿子，叫富国，但听说顽皮得很。山村里的孩子嘛，我接他来就是要陪古言一起玩，一起念书，这样也许能使古言变得快乐一些。老爷为公子那真是煞费苦心呐。你桂元哥，我打得准不准？你打死了我的麻雀，就满天飞的麻雀都是野的，怎么成了你的？他也是条生命嘛，你杀死他他就没命了，他妈妈一定会很伤心的，你残忍。没见过，打死一只麻雀，他妈妈也会伤心的，真是的。古言哥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陪你玩，陪你读书吧。我不要你陪。古言哥，古言哥，等等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杀你的麻雀。是你自己跟着我的，可不是我赖着你，知道吗？我不跟着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嘛。你要跟着我，就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好，那。你除了打麻雀还喜欢干什么？我喜欢上树掏鸟窝。以后不许你再掏鸟窝了。还喜欢干什么？还喜欢下河摸鱼。以后也不准许你再摸鱼了。还喜欢干什么？我还喜欢睡觉。也不许啊，这个不算。那你喜欢读书吗？不喜欢，我喜欢逃学。我也是，我也喜欢逃学，可是我一次都没逃过。走吧，跟我上学去。好。会不会使棍弄枪？不会，我只会玩挡弓。那都是小孩玩的玩意儿，哪能上阵杀敌呀？看我的！五言哥，过来！我跟你说，还真礼貌。五言哥，先生还没来，你先教我们读书识字吧。对呀，你先教我们读书识字吧。好的。世纪哥，你好厉害呀！哇，那还用说？哎，小胖子，我可以封你为右先锋，小三儿他是我的左先锋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愿意。左先锋到，右先锋到。你知道我们新来的先生最怕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最怕蛇，我们来吓吓他。我不敢，我怕他打我。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大不了挨顿板子。先生来了，上课了。萧富国，你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呀？你要好好向你古言哥学呀。哎，啊，这是蛇呀！啊，今天是蛇，明天是老鼠，孺子不可教也。谁爱教谁教，我是不教了。哦，上来！有本事，
你们居然把先生都气跑了，富光，是不是你干的好事？不是。古言，你这个孩子一向都是讲实话的，告诉我，是怎么回事？学堂里无端的跑出了一条蛇，先生呢是最怕蛇的，所以他就丢下我们跑了。哦，对，先生他就怕蛇，所以就丢下我们跑了。一派胡言，学堂里怎么会有蛇四处乱跑？就是有蛇嘛，分明是狡辩。小富国，你给我听着，我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饶你这一次。如果你再扰乱学堂，影响古言读书，我绝不轻饶你。啊，是。奶奶，这是什么书啊？这是《慧能传》，讲的是六祖慧能的故事。能借我看看吗？拿去看吧，可别弄脏弄乱了啊。嗯。富国，啊，听说啊，今天又来了个新老师，我们再拿蛇吓吓他好吗？我不敢，我倒不会打我的。胆小鬼，以后怎么上任杀敌、建功立业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大不了挨顿板子。对，男子汉大丈夫还怕打屁股？哼！先生来了。见了先生还不鞠躬？先生好。坐下。听说你们很厉害，已经气走了两个先生了。如果你们把我也给气走了，这泉州城里恐怕就没有人能够教你们了。现在我要给你们看看我的规矩。还有什么招没有啊？都使出来。告诉你们，我是闹学堂的祖师爷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泉州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半仙儿？没招了吧？没招了，那就听我的。这个学堂守则，你们要熟记在心。明天呢，我来检查。下面我来问两个问题。如果你们答对了，今天上午可以到院子里去玩了。如果答不出来或者答错了，那就得受罚。先生，怎么罚？罚站桩，罚打坐。你们看清楚了，绵绵阴雨二人行，怎奈天不临一人，如何解释啊？我知道，因为有一个人带着雨伞。错。错。去院子里站桩去。嗨，这还不简单？不临一人，因为一个人走在雨中，另外一个人走在屋檐下。错了。没错啊。去拿把椅子到外面打坐去。轮到你了，萧古言。先生，我认为他们都想歪了，钻牛角尖了。其实很简单，不临一人就是两个人都在淋雨啊。哟呵，你悟性挺高嘛。别，这是学堂，小点声。
哥，你干什么呢？练功呢。是不是先生又罚你了？去去去，小丫头，动什么？那古言哥呢？在课堂里等着受罚呢。哎呀，老爷回来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老夫人在佛堂念经，突然昏过去了。那快去请大夫啊！哎，我已经差人去请了，马上就到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古言，你真够意思，你太厉害了。哎，不如你做我们的军师吧。哥哥，你做军师了，你做军师了。嗯，哎，我们现在开始玩吧。玩什么？玩打仗吗？今天不玩打仗，我们玩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。天鹅鹰是我的新娘，我妹妹是古言的新娘，你们两个是抬轿子的。姐姐，好啊好啊，有轿子坐了，有轿子坐了。大夫怎么说？哦，大夫说不碍事的，说吃完这两副药，过两天他再来看一看。你呀，别宽我的心，我的病我自己知道，熬得过今年，也熬不过明年。娘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的身子骨还硬朗着呢，只不过是老毛病。你也不用宽我的心，玉堂啊，你过来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哎，你和玉洁中年得子不容易，我想趁我还在，把古言的亲事给定了。娘，我听您的。你三弟死得早，你二弟又只有富国这一个儿子，我是想同时给古言讨上两房媳妇，一房接你这一脉香火，另一房就接你三弟的香火。两房呢都是平辈，不分嫡庶，你看怎么样？娘，这事儿由您做主。小儿郎上学堂，知书达理争风光，发财将好风光，高官厚禄孝爹娘。小儿郎上学堂，知书达理好风光，发财将好风光，还来谈家小娇娘。哦哟，等下我哥娶你的时候，看你羞不羞。从小善良，慈悲心重，可能是受我的影响，对佛经故事一听就入迷，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，我也没多想。可是这孩子沉默寡言，心里想什么咱们也不一定知道，我越想要这样发展下去，哎，我是担心的。娘，您这么一说倒真是提醒了我，我会严加看管的。本来学学佛积德行善，这也不是坏事，要是发展到出家，咱们萧家不同啊。娘，您想得太远了，古言今后不至于走这条路，再说我也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骑洋马，挂大刀，沙场征战称英豪，刀斧锦，剑盾矛，百般武艺。古言哥，你怎么不玩呀？我不想玩。那你在这看什么呢？看天看地。看天看地，这里面能看什么天看什么地呀？看天看地得到山里去。喂，小和尚，想咋样？想打架？就是没时间。小和尚，你想到哪里去？脚到哪里我到哪里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这叫什么鬼话？脚到哪里我到哪里，应该是人到哪里脚到哪里才对。对，我们问问先生去。走走走，快走。脚到哪里我到哪里。哎，就是有了。啊，什么呀？下一次你们这样，什么样啊？保准他哑口无言。怎么说呀？对呀，要是没有脚你还到哪里去呀？
话高明。嗯，先生，嗯，你真厉害。小和尚又走过来了。啊，走走，你看看看看。走。嗯。过来，小和尚过来呀，过来呀，过来，过来。小和尚，你到哪里去？要是没有脚，你到哪里去？风到哪里，我到哪里。他变了，这小和尚变得这么快，都怪你小胖子，念叨来念叨去的，准让他听到了。都是笨蛋，他变了，你们不会变吗？不会说，要是没有风，你还到哪里去啊？对呀，我们还是没有那个小和尚机智。我明白了，他说什么我们都要说。要是没有什么东西，你还到哪里去？要是没有脚，你到哪里去？要是没有风，你到哪里去？要是没有……哎呀，别念了。哎，小和尚他又来了。哎，小和尚，小和尚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干什么呀？小和尚，你到哪里去？我到市场上去。哎，他怎么又变了？他怎么又变了？哎，走，去看看去。走，小和尚，快！小和尚，等等我！哎，快走啊！站住！哎，谁敢出院门，我就罚他站桩两个时辰。古爷他已经跑了，回头有他好受的，都回课堂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小和尚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玩，做个好朋友。妈的，娶了你我才变得穷困潦倒的。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你要是不去，这个家如何落到今天这个田地？你真不是个男人了。你怎么办呢？我杀了你！你敢？你敢？我看你敢动我一下！哎，小胖子，不要这样！你敢发声吗？快来吧，快来吧，说话呀！快来吧，快来吧！小和尚，你干什么？我听到你们吵架，说是要杀人，就替你们请来了这些观众啊！我们夫妻吵架，关你屁事！怎么不关我的事？死了人就要和尚念经啊！和尚念了经就有红包收嘛！小和尚，你太过分了！为了收红包，想看杀人？是啊，我们只是夫妻吵架，谁说要杀人了？对呀，关你屁事！不杀人也可以呀，那就听我小和尚说法吧。忌讳，你会说什么法？再厚的寒冰，太阳出来都会融化；再冷的饭菜，柴火点燃都会煮热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夫妻是为了恩爱才走到一起的，不是为了找一个人吵架才结婚的。所以要体谅对方，温暖对方，成就对方，而不是互相攻击、谩骂对方。我讲完了，该买菜去了。这个小和尚还一套一套的。他说的有道理，我该做饭去了。我挑水去。哎，小和尚，你怎么说的那么好？我哪会呀？不过是照搬师傅说过的话，再说多了就露馅了。你师傅是谁啊？我师傅就是我师傅嘛。那你们住在哪个庙？很远的，在江西。那你们来泉州干什么？卖字画。卖字画？做和尚好玩吗？做和尚不是玩。哎，小和尚，等等我。哟，老爷回来了。少爷呢？他在书房里读书呢。去把他给我叫来。哎，啊，等一等。你说他在读书啊？一回来就抱着一本书，到现在还没放下来呢。我过去看看。哎哎，是。爹，您来了。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是。给我，给我。传，这是什么书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是讲六祖慧能的。你不好好的读四书五经，还看这些没用的闲书。爹，您把它弄脏了。弄脏了？我还要撕了它呢。爹，您撕了它也没用，我已经背下来了。不信您听听，六祖慧能的父亲原籍范阳，因得罪朝廷被流放到岭南，
程伟，不许你背了，听到没有？不久，父亲病逝，一下孤儿寡母，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。住嘴！你这个孽子，靠卖柴要我打你吗？靠卖柴来维持生计。有一天，我叫你背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今天我要打死他！老爷，老爷，孽子！有一天，慧能到集市上卖柴，看到一位客人在读诵佛经，他一听那客人所诵的经句，心里就豁然开朗。这是何必呢？少爷长这么大了，您还没动过他一手指头呢。这个孽子，没想到他这么倔强。下午王半仙来告他的状，说他跟一个小和尚跑出去半天没有回来。我本来就一肚子火，你打他，他居然不哭不叫，还一个劲儿的背书，这不是要气死我吗？说真的，老爷，今天下手真够狠的，这板子打在少爷的身上，可疼在您老爷的心上啊。你去看一看这个孽子，我想打他吗？是他逼我的。维安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那么宝贝他，不用你管，我帮你扎吧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会。少爷，你爹可是一向心疼你的呀。刚才只是一时急昏了头，你可不要怨恨你爹呀。我没有怨恨他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对了，老夫人叫您过去呢。快来，到奶奶这儿来。让奶奶看看，打疼了吧？不疼。看看，多懂事的孩子，你还忍心打他？燕儿，可别惹你爹生气了啊！我没惹爹生气，奶奶，这是您的书，还给您。就为这本书啊！我从奶奶那儿拿书的时候，奶奶叮嘱我不要把书弄脏弄乱了，爹爹把书扔到地上，而且还把它撕掉了，所以我就……燕儿，爹错怪你了。